大家好，歡迎來到專家訪談。不知道你有沒有脫髮的危機呢？不過不要緊，今天我們請來一位專家上來講一下這方面的，就是醫學美容中心的潘志明醫生。潘醫生你好。Rodney 你好。今天跟大家講一下植髮。是啊，很多甚至乎後生的男士都開始脫髮，而且是女士有時隨著年紀可以荷爾蒙改變都會有脫髮的。咁咧，我今日想同大家討論嘅就係關於呢個植髮嘅。咁一般傳統性咧，植髮咧就要喺頭嘅後邊咧係做手術咧，將啲頭皮攞出嚟，然後將啲頭髮係切開，切開一條條咁咧就種喺前面嘅。咁呢個咧就係比較係有手術嘅風險啦。但係呢家我有個新嘅先進嘅科技咧，就係一個非手術性嘅植髮。咁咧就係植咗一個新嘅儀器咧，叫做 Neograft。Neograft 咧，佢係可以好一支針咁喺直著係局部麻醉，然後咧喺後邊有頭髮嘅地方咧，逐條頭髮攞出嚟，然後咧就擺喺冇頭髮嘅地方嘅。咁咧後邊攞咗嘅地方咧係完全睇唔到，係冇疤痕嘅，亦都唔需要縫針，亦都唔需要係有手術嘅風險嘅。咁咧做完之後咧，咁嗰啲頭髮咧會隔咗幾個月之後咧，佢會生出嚟。咁啲新生嘅頭髮咧係100%自然，而且係保證佢唔會甩出嚟嘅。因為呢啲頭髮咧喺後邊攞出嚟咧就係唔會甩嘅。咁呢個係100%自然嘅方法。咁除咗係頭髮之外咧，用呢個方法亦都可以咧係喺頭髮攞嚟擺喺有啲女士甩咗啲眼眉嘅，可以直喺度。咁睇落去咧，亦都係非常之自然嘅，因為佢係逐條種落去，跟翻你自然嘅方向去種嘅。咁如果係有啲係唔想做呢個植髮嘅話咧，你亦都可以有個新嘅先進嘅科技咧，可以幫助你嘅頭髮嘅生長。因為甩頭髮或者頭髮弱咧，係因為荷爾蒙影響啦，亦都因為係頭皮入邊嘅血液或者係養料唔夠嘅。所以新嘅科技咧係呢個光學嘅儀器咧，係嚟譬如每一個禮拜嚟照呢個光學特別嘅光咧，嚟刺激呢個身體入邊嘅新陳代謝，刺激佢嘅血液循環啦，增加嘅養料，令佢生髮嘅。哇！咁今日咧要同脫髮講拜拜咧，去揾潘醫生就得啦嚇。咁大家千祈唔可以再擔心咧呢個嘅脫髮危機啦，因為有呢個植髮啦、生髮啦，同埋呢個植眉嘅療程咧，可以咧去到醫學美容中心揾阿潘志明醫生，佢就會幫你解釋得好詳細，同埋點樣去做噶啦。咁今日好多謝曬潘醫生啦。如果大家想揾潘醫生嘅話咧，可以睇到熒光幕上邊嘅聯絡方法嘅，包括網址嘅噃。咁多謝曬潘醫生上嚟同我講咁多嘅資訊，多謝曬。多謝 Rodney。